天来吃这个。好。你打开了，可以分享吗？都是巧克力豆豆，来吃一个吧。谢谢你。一个，一个这个二十元。吃一个，吃巧克力豆豆。来，这个薯条好了。那个你要分享我们呢？让我分享你的。好。谢谢。那为什么你的薯条怎么这么小，不像一般的？好多小朋友来溜滑梯哦。走过这边。打开一点点就好了，等一下盖不起来。都没有来过，所以很好吃呀。对呀、啊，他们